设定了几个角色。对，首先大家好，我是馒头。大家好，我是蛋。我们是馒头小蛋。为什么我是蛋？那我你换吗？好，我换。等一下，我是萝卜。我是坑。我们是一个萝卜一个坑。为什么是坑？坑很好啊，不好吗？再换一个。好，那你想。大家好，我是趴趴熊。我是趴趴熊。我们是趴趴熊。你下场比较稳健呐、啊！我不要，不管，我不要当泡泡，我不要当下面那个泡泡。算了，我们没办法达成共识，单飞解散。大家好，我是白。